那我平常平面摄影呢，都在台北，或就，那我平常平面摄影通常，那通常我平面摄影都在台北就把它解决，或者是到新北，或者是到桃园，那这次呢，跑超远了。那我平常平面摄影呢，都在台北，差不多就可以。那我大部分的平面摄影的拍摄都在台北，就是大台北地区啦。那这次我们跑到超远的地方，跑到花莲去，而且是当天来回，就直接冲到花莲，然后拍摄完那个活动之后，我们又再冲回台北，这样还蛮酷的，而且是一天就把它搞定，就还蛮棒的。